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晶，欢迎收看今日新历六月十八，公视台语台一部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北地检署调查到三个捌伫立法院做过助理的人员，可能有去予中国吸收，目前两个收啊，另外一个十万交保。去年台北病院护理之家火烧，检察官起诉负责管理病房的两个护理师，早起新北地院法院是判因两人无罪。台中市卫生局讲，暗暝甲来地许迄国染着武汉肺炎倒转来迄对翁某，疫情调查无照实讲，决定要处分。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台北地检署调查到三个捌伫立法院做过助理的人员，可能有去予中国吸收，踮咱国内发展间谍的组织。经过检察官约谈，其中一个陈怡人，佮另外一个李玉涵拢已经受押，啊，另外一个林勇则是十万交保。尤其李玉涵佫是婚姻官张丽仙馆长做立委迄阵的助理，张馆长嘛讲确实料想袂到，真正足意外。对记者的问题，前普罗山的林勇达拢无讲话，行正紧离开。伊是经历强谍案三位前国会助理之一，北检调查强谍案，查出陈慧琳、李玉安、一个林勇达三人，自2014年到2018年，甲中共的高层官员来往正密切，并受命伫咧国会、外交部、党政媒体之间吸收情报，成为发展组织。也阁用请食饭的方式试探外交部立委会政治，要摕开会记录、人事等级别档案。其中李玉安是婚姻馆长张丽仙伫咧做立委时阵的助理，对此张丽仙讲正意外。他是义务完全没有在立法院做正式助理的一个登录。我如果说开记者会的时候他来帮忙，因为他是我们云林的乡亲嘛。国安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然后我希望我们司法单位勿忘勿重，一定要严正办案。张丽仙强调，因已经几多年无联络啊，而且李玉安伫咧做助理期间，并无接触任何的法案。另外，涉案的三人之一陈慧琳是嘉义市副市长陈锡惠伫咧做立委时阵的助理，伊那是林勇达，是捌做民进党前立委陈正鼎的助理。对有两位前国民党立委的助理涉及强谍案，那也呼吁爱依法严办。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的人员啊，包括官员啊、助理，更应该要小心处理这些国家机密的文件啊。我们尊重司法。如果是这个机密资料提供调阅在特定的空间，那个也只有委员可以进去，助理也不能去看。林强做讲，无论是委员会开机密会议，或者是请官员私底下讨论重要议题，拢袂予助理在场，以避免民间政治话闹。要若是三名前国会助理检调依照涉犯国家安全法，甲陈慧琳、李玉安申请羁押禁见，林强但是有事情等待查证，有林十万块交保候传，外交部也澄清，目前外交部并无人被约谈甲涉案。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武汉肺炎上新的消息。本地昨台中市的卫生局是讲，顶日按南平亚洲的网格来地区，迄国染着武汉肺炎倒转来迄对翁某，入境的时无戴防护衫，因为法律嘛无强制一定爱穿，无要处罚。不过今日卫生局的人员是换指出讲，伫咧疫情调查的过程当中，因无照实讲，嘛是爱处分。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两个去万格拉地区做头路的台商是6月13日回来，经过检验确定治病，目前正伫咧北部隔开治疗。啊，那飞行机顶下面有直接的人员，是伫咧追踪管理当中。虽然因双人入境了后，直接带入去北部的集中检疫所，啊，不过因为疫情调查探问的时阵，因对答的内容有诶无照事实，啊，就是讲无提供正确的资料，互主管机关了解。经过市府卫生局和中央打合过了后，决定依法处分6万至30万。咱过来讲，昨昏教育部宣布讲，有要开放一挂进前已经有来台湾读册外国学生，其中2238个现即届当要出业的，会当引准入境。啊，那许可的国家甲地区是包含香港、澳门、泰国等等，有11位。因为入境嘛是得爱先伫室内检疫14天，各国大学嘛拢开始伫咧安排介绍较两个旅馆，通好减轻遮外国学生的负担咯。2238个住伫香港、澳门、泰国等11个国家地区应届毕业境外生是头一批的入境名单，其中香港834个人上座，再来是澳门617个人，因为各大学提报申请通过地档来台湾。台塑大随开始调查，有39个境外生符合资格，早起就开始联络，
也和之前协谈的防疫旅馆来确定。我们是选择在台北以及桃园提供的方案是每人每晚新台币2000元，那包含他们的三餐跟含税。台北防疫旅馆费用是2000到5000，台塑台合作的旅馆一天是2000元，加上境外生会当领一天1000元的防疫补偿金，负担是无遮重。成大是指出，伫台南的大学，敢若成大有够的防疫宿舍，支持头一批的境外生先住伫个防疫旅馆，接落来第二批佮第三批的人是较侪，会当佮调整规定。每一位住进我们检疫宿舍的，他一天只要交200块，可是他外面的检疫旅馆，他一天至少都要800。我们准备了352间的，好这个3栋等于3栋的宿舍是可以来做防御的旅馆。因为境外生在防疫家庭车嘛，爱家己立钱，那是读南部的大学，搁是一个开销。境外生防疫小组是呼吁教育部协调学校，甲学生安排住伫个较小的防疫旅馆，避免因为费用相关影响来台湾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今日甲大家报告讲，咱国内染着武汉肺炎，今日又搁新增加一宗病例。这个同款是对南边亚洲的孟加拉地区迄国带病入境的患者。目前国内这446个患者里面，有17个是伫咧待在病院咧治疗。早起一个进程已经演变作重症，敢若 ECMO 这款体外生命支持系统，都到点身躯顶33天的患者，嘛出面感谢待在病院对鬼门关解救倒转来。坐伫咧轮椅顶端，切代表重症的鸡卵糕，经过75天的住院治疗，武汉肺炎的重症患者 A 先生会当顺利康复出院，对医疗团队有满满的感谢。我整个昏迷了，将近快30天。坦白讲，我也是疑问我自己，我跑去哪边？其实这个答案来讲，我用比较轻松的哈，可能是回火星上。今年50多岁的 A 先生，是伫3月出现走白、筋麻无力、全身躯痛疼的状况。去病院就医的时阵，去缝卡诊得到武汉肺炎。因为治疗期间，肺炎是快速恶化。4月初是接受插管治疗，4月初5转去台大病院救治。因为前后出现休克、低血氧的情形，予伊到33天的叶克膜，予去去37天，收治伫加护病房47天，住院75天，是全台湾武汉肺炎的患者上悬的记录。经过超过一个月的使用的叶克膜，超过一个月以上的呼吸器，那在加护病房里面甚至待了超过一个半月以上。那终于可以顺利的要出院了。经过积极抢救了后 ，A 先生伫5月初8把叶克膜摕掉，而且伫5月11脱离呼吸器陪供成功，转去一般的病房。但是经过电脑断层甲肺功能的评估显示，患者伤病的气血有因为严重肺炎来引发纤维化的现象，而且肺部晚期的功能是严重受损，陪供了后随安排心肺的复健。心脏就是休克，肺部就是它血氧很差，所以要装到叶克膜。那其实肾脏是衰竭，所以需要洗肾。免疫系统驱动这种细胞风暴之后，它整个那个血液会朝向有点像凝血功能异常。根据台大病院统计，今年对1月23相伫头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到单，拢做相伫17个患者，包括9个查甫人、8个查甫人。年龄是介伫22岁到71岁之间，中位数是45岁。治疗过程当中，有3个人并发呼吸衰竭的重症患者，目前所有患者拢已经出院转去厝，而且继续伫门诊追踪。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方面的消息，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定调陈其迈出阵。竞选总部的人马这几日就会由伊本人亲身宣布，是讲南军这边有意向的人选，党内党外拢真积极。大生化讲要争取党提名的市议员李亚晴，早起有产业界的青年人助阵出面。过去捌伫咧韩国瑜市长任内担当过民政局长的周欢迎，嘛去到选委会领报名表了。穿一件蓝色的外套，出现伫高雄市选委会准备要领表，是韩国瑜阵营重要的角色，嘛是高雄市前民政局长的周欢迎决定要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但是他说首先并没有跟韩国瑜说，我符合在地年轻有经验的社会期待，我相信市民也愿意看到国民党的改变跟进步。国民党最近后礼拜三决定定调的人选，最大声表态的市议员李亚晴是由共党的议员区吴欣，还有国产业界的少年朋友陪他做会开记者会。
宣布参选决心的时阵，佫讲到后更甜。为什么我们高雄人不能选择我们高雄真正自己高雄在地人当我们的市长？为什么你们不能相信我们高雄人？高雄市长补选剩不到两个月，那也还未决定人选，但是绿营已经进行选前人事的布局，但其卖定也传出可能邀请时代力量的黄哲加入团队。民进党高雄市党部表示，副选团队下党派、下区域拢有可能，最后的名单会由陈其迈亲身宣布。因为我们不管是在民进党内，还是在整个台湾派的这个跨党派之间，人才真的很多。那而且呢，很多的年轻的人才其实都很受到市民的欢迎，应该把这个最后的宣布留给候选人来宣布。黄哲白发声明回应，无排除合作的可能性，也表示时代力量已经决定支持陈其迈，希望让反本土的阵营会当更加团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咱伫咧中美洲的邦交国 Honduras， 即阵是连总统阿公嘛去染到武汉肺炎。外交部一来替蔡总统表示关心，二来嘛讲会提供2万份台湾生产的病毒检验剂，予中南美洲只个邦交国运用。啊，另外，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嘛，甲政府当局要求讲，爱甲台湾列作优先开放的国家，但嘛得到因内阁的秘书长正面好意的回答了。拉丁美洲伫最近疫情愈来愈严重，两国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叶兰德斯甲也牵手也靠近。目前症状正轻，还在治疗中。外交部第一时间转达部长和总统的慰问，并且会继续提供洪都拉斯防疫物资。昨天也宣布会优先提供给洪都拉斯一万份的台湾制作的检测器材，来协助对抗疫情。可以是来测这个抗体的这个身上有没有抗体的这个试剂，已经获得认证，而且十分钟就可以测出这个结果，然后准确度90%以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优良的台湾制的这个产品跟我们的友邦来分享。另外也提供一万份的器材，和疫情较严重的中美友邦瓜地马拉加贝里斯，而且在台湾防疫怎么愈来愈稳定，附近的日本刷团出第一波开放入境国家名单里面无台湾。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在即向政府当局提出决议文，希望能赶紧放松台湾的入境管制，开放互访。地主官方长官建议会也正面回应，讲会认真考虑。而且他们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展现对于台湾的一个支持呢。外交部我们在这边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那有关于这个日方就是先开放松绑相关的这个名单呢、哦，外交部以及我们驻日本代表处呢，仍持续的向日方进行了解。自民党认为台湾的防疫成果真好，世界拢有看到，而且台湾跟日本经济关系真紧密，因此提出决议。外交部除了感谢，也表示已经积极跟日本方面沟通，希望会当列入第一波改进的名单。严格巩固了解，日本方面所选定的开放国家，也搁伫咧讨论中，目前是也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先前美国的川普总统所重用的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去年九月离开职务了后，伊嘛决定写册，逼出当时有过手种种的内幕。啊，这本册本地六月底就要落去市面，不过美国政府今嘛跳出来讲，有牵涉到机密的官员，若要出册，拢得爱先交过来审查。但Bolton全无照办，因决定要提出告诉，要求这本册未当出版。立场鹰派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跟总统川普最近做代志，在七个月就被辞掉。这样真侪内部的波顿要写书，不是秘密。怎么自相已经在咧拍广告？一本川普无希望你读的书回忆录，一二二三上市。川普政府想要改动，才达决定要改过。If he wrote a book, I can't imagine that he can, because that's highly classified information. Even conversations with me.They're highly classified. So that would mean that if he wrote a book, and if the book gets out, he's broken the law. 任何处理机密证书的美国官员都会签一份协议，未来若要出资，都会交付手稿和政府审查，确保内容无涉及敏感资料。美国司法部长讲，普顿的回忆录手稿内容可能造成国安威胁。We don't believe that Bolton went through that process, hasn't completed the process, and therefore is in violation of that agreement.
一本592页的回忆录，先后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主内面有讲，去年六月伫咧台办举行 G20 峰会时阵，川普不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助伊赢到2020的大选。普京伫咧政坛遮尼久啊，如果甲川普关系真密切，一本回忆录嘛是讲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个人私底下代志也讲真多。普京讲，川普甲做了司法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果伫咧政府被化过，这本书是毋是当上市，也个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中国和印度近来的关系开始紧张。六月十五暗时，两国边境的军队起冲突，印度这边有20个官兵死亡。但印国内百姓嘛纷纷跳出来抗议中国的舞蹈，有的烧中国的国旗，有的烧习近平的相片。昨两边的外交国部长嘛有通电话，互相要求都要约束军队，要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军用卡车载士兵到中印边界，因为两国驻军在十五暗发生冲突，虽然双方拢讲无开枪，严格造成印度这边20位官兵死亡。两国的外长在17暗通电话达成共识，要和平解决争端。严格中国依然批评印度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在此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共识精神，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得越线活动，不得挑衅滋事。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印度总理莫迪强调，印度未主动了代志，严格也会全力维护国家的完整性和主权。मैं देश को भरोसा दिलाना चाहता हूँ。हमारे जवानों का बलिदान व्यर्थ नहीं जाएगा। हमारे लिए भारत की अखंडता और संप्रभुता सर्वोच्च है और इसकी रक्षा करने से हमें कोई भी रोक नहीं सकता।近十位民众提标语，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像和中国的国旗，抗议中国的边境驻军在冲突中造成印度20位官兵死亡。印度北部几个挖边境的城市也拢出现示威活动。常常和印度发生边界冲突的国家，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就是中国。主要是因为未婚喀什米尔的边界问题，包括1962、1967和1987年。两个国家先后发生三遍大规模边界军事冲突，中印两国几多年来互相指责对方侵犯领土主权，这边的冲突也同款。外电分析，中印两国自1962大战了后，拢伫咧增强军备，也拢是协武国家，也拢伫咧争夺印度洋区域的主导地位，这种敌意矛盾正歹用会谈化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本地，德国伫咧抵挡武汉肺炎表现是真好。这礼拜伊嘛开始开放对欧洲联盟内面的国家自由出入边境。上早讲一间大型的肉品加工厂，煞逼出员工烧胃病症。到到6月17日，工厂内底上千名过检验的人员，就得有657个验有病毒。啊，德国的总理嘛，搁再一摆提醒民众，面对这款传染症，确实袂当大意。甚至员工大规模感染新冠病毒，德国西柏坡这间有名的肉品加工厂红绿灯要关起来。工厂的主管亲身回信，认为新一波疫情跟旅游解禁有关系，也表示目前已经隔离7000名员工，会进行全面的裁减。Sicher hat uns die europäische Reisefreiheit, die wieder kam und die quasi nach 9 Wochen Reisepausen bei vielen unserer Mitarbeiter aus anderen Ländern dazu geführt hat, dass sie auch endlich wieder zu ihren Familien wollten.Was man verstehen muss und kann, dazu geführt, dass wir also wieder neuen Risiken ausgesetzt waren. In der Cyberbox-Chance der Geiter-Slow-Babin-Chung, die in der Ipo-Buhan-Hiam-Gam-Chirgesitun, Gana Lansang-Guye-Katin-Anne, das ist Zapchit der Ipo-Gam-Chirgesitun, Gana Shu-Tai-Gam-Ching-Wang-Gang, Do-Lak-Ba-Guai-Lang-Katin, Dong-Tai-Ching-Hu-Dus-Sui-Sun-Bo-Gong, Dui-Zap-Bei-Kai-Si, Geiter-Slow-Hak-Hau-Gang-Tok-Yuk-Yung-Sim-Guan-Gan-Lag-Wei-Dei.同时，德国总理梅克尔即间16个地区政府首长会谈了后，宣布讲，因两大型活动的限令到10月底。Solange es kein Medikament gibt, solange es keinen Impfstoff gibt, müssen wir mit der Pandemie leben. Und das sind die Basismaßnahmen sozusagen, wie wir uns gegenseitig schützen. 梅克尔继续呼吁民众要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因为面对这种无解药的新冠病毒，提高警觉才是上好的处理办法。
记者总报道。咱再来讲，十九世纪英国一个读 Oxford 大学出身的数学家，因为去南非白俄人挖矿，经营泉州的买卖赚到钱，伊嘛捐款予母校设奖学金。即阵 Oxford 大学内底有一身伊的人头像。啊，不过因为美国的挖人近来纷纷打出来争取种族问题，但嘛有真侪人来浙江大学抗议，话讲挖人的命嘛是命。但学校这边嘛决定要甲即身纪念的人头像签起来了。伫过去两礼拜，牛津大学奥尼尔学院外口连续几落天出现示威者，拿着黑人的名也是命的标语，要求学校刷走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者泉州商塞西尔·罗德的雕像。奥尼尔学院理事会第十七投票同意要刷走，也针对罗德相关的问题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让学校多元化承诺，会当甲过去的历史和平共存。This statue represents so much violence and hatred, and it's been there for quite a long time, and we've all have to walk past it, and especially for black people having to walk past a figure that represents that. We also want the Oxford University to take down their statues that commemorate colonialism, because it was not a good thing that we had a British Empire. 塞西尔·罗德是荷兰人，也是哲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的校友。以捐款成立罗德奖学金，栽培真侪国际优秀人才，所以得到牛津大学伫咧奥尼尔学院外口才雕像纪念。不过，伊也是英国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殖民南非的重要人物。伊压迫黑人做奴隶、挖矿，建立伊的泉州牧羊王国，为种族隔离社会奠定基础。荷兰嘛是南非的希特勒，南非的开普敦学生2015年就发动。罗德的雕像爱倒来运动，也传到英国甲美国。不过，迄人阵和牛津大学拒绝。即边伫咧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指示所引发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推动下，总算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甲观众朋友报告讲，咱国内又搁新增加一个同款，也是对南边亚洲，人家来地区迄国，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转来的患者。这是一个六十几岁男性，啊，不过伊甲进前转来迄对翁仔某无熟识。目前国内计共是有446宗病例，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毛临时开记者会，咱来听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有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那这一例是从上次444跟445一样从孟加拉回来的哦，那他们那一团有13人哦，这一位是第三例确诊哦，所以这位是60多岁的男性，那他是在今年1月下旬独自去孟加拉工作哦，那他跟这个全团13位的民众其实一起回来，但是他们都不认，事先都不认识了啊、哦。那这一位446，他是坐在445的那一排的前面一个啊、哦，所以他们之前也不认识。咱再来讲，去年8月，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附设护理之家火烧，造成15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啊，导火的原因是有患者的朋友早眠床主啊入去病房使用，没收检察官嘛用业务过失致死的罪名，起诉负责管理甲检查病房一个姓陈甲一个姓潘的护理师。不过早起新北地院法院是判决讲，因双人拢无罪。那边的火烧造成真侪患者死伤，检察官调查了后认定讲，姓陈甲姓潘两个护理师检查病房内底敢有私人的电器用品，工课做了无彻底，即层是有过失。啊，这两个当事人出庭的时候，辩解讲，因的专业是护理这方面，不是消防用电安全的管理，嘛拢有捌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哪会当所有的责任拢会予因担？总是这条案件经过一档审理，再去一审宣判，两个护理师拢是无罪。咱再来讲，监察委员赵永清和高永成两人提案纠正台北市政府甲内政部，因为之前市府咧办理网络投票，探讨要按怎样来开发社岛文宣广告，做了无够公正。啊，内政部嘛无详细了解去年踮伫咧社岛徛起的民众赞成甲反对开发的心声，倒来支持市府的拍算。但两位监察委员纠正的提案，审查也已经拢通过了。经民国59年，洪汉济建设50年的社岛开发案，台北市政府透过 iVoting 网络投票，通过生态社岛开发的方案。
不过早起监察院举行记者会指出，规个程序进程拢无甲当地居民讨论或者是征求因的意见，办理 i voting 宣传顶端直接甲囡仔登伫咧生态社岛的选项顶端，恐惊会影响到投票的人。真侪问题，予监察委员赵永清甲高永成提出纠正，而且审查通过。他没有充分的讨论跟征求意见，整个作业程序显然是不是很周延。另外，虽然内政部认为讲这个案件应该是有公益性和必要性，不过监委指出，不少居民反对区段征收，加上宽平无过，相关的作业和启动，因表示讲这个案件是不可行。也若针对这款的结果，反社岛开发的居民也感觉真安慰。解决建建不是只有用区段征收这个唯一的选项，我们在地居民有高达42%反对区段征收，仅仅只有3.66%是赞成区段征收，所以我们强烈反对这个假生态的开发。另外，和反对开发的居民不满的是，顶日内政部表示同意，把海洋科技大学排除伫咧区段征收的范围，是因为重视学校存在的事实，而且要照顾师生的权益。也若台北市府表示排除了后，会当予整体的地价起价。居民积极讲，社岛开发敢讲是要炒土地，予因无法度认同嘛，无法度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讲台北市。昨昏教育部宣布开放1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学生入境回来台湾读书，不过同样就要先带入去防疫的旅社隔离检疫14天。早起台北市郭文特市长是讲，伊无赞成这款安排，伊也主张讲，就要先集中管理这入境的人士，搁过验病毒，安尼才袂加重地方政府的压力。用骨力骨力，台北市长郭文德十八参加兴隆社区主体的开工，因为是日室外，而且天气真热，挂嘴炎的人是明显变少。郭文德也讲，即马台湾防疫管制是真严，面对中央开放境外省入境，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十四天的政策，伊直接讲是无赞成，提出应该集中管制五天了后搁裁减，了后再搁居家检疫，才袂造成地方政府的压力。居家检疫哦，第一，如果人数太多，会造成我们那个民政局、卫生局的系统崩溃。我们曾经在最高的时候，同时居家检疫10950人，那一次差点搞垮我们。所以现在我不确定中央每天要放多少人进来。所以这个老实讲哦，中央放人进来，一定要跟地方政府讲好。啊，那是去用问到讲，开1580万甚至动用第二预备金来拍台北大总召的宣传影片。我们就是回应讲，第二预备金不是救命钱，爱大家卖南参做伙讲。另外，台北市规划伫明年底将专车 U-Bike 1.0换做2.0，但是新北市确定无要对咧做，影响双北市民使用的方便性。我们铁干好友记拢讲，爱好好啊，搁考虑一下。我想台北跟新北，虽然我们会 close 那个淡水河的量不多，我们算过一天大概只有2000多辆。双北如果不一样，是有些麻烦的。目前整个 U-Bike 在转型的过程，我们各项的可能都会谨慎的来做好评估。那是共享单车系统不同调，民众就无法度骑 U-Bike 在双北拍拍照，相信生活圈可能会面临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看完，咱来讲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有按算要踮永和区的永平国小运动场来起第一停车场，这也引起家长强烈反对，因为这运动场以前是粪扫场，地下以前搁捌囤过真大量的废弃物。家长烦恼讲，若一旦乌开，有毒的空气会影响学生，尤其伫咧施工的期间，学生也是无法多踮学校内底上运动课。在永和的永平国小，在民国71年起校之前，不是保存粪扫场。头前看到这运动场下卡拢是粪扫囤的，家长正担心，若乌开会正臭。未来学生不论是上课或者是运动的时阵，拢会受影响。我那一天去报道的时候，有看到哇，永平的那个校区操场好空旷，我觉得哇，他来这边一定会很好。就没想到现在说要建立那个地下停车场，那他要去哪里活动啊？有周刊八报道，新北市政府会打算伫咧永平国小起地下停车场，先有地方的民代认为。未来这份万代山下开通会有停车场的需求，严格新北市政府打算要用10亿来起停车场，正贵，要环境污染的疑虑。
所以家长加附近的居民，伫十八早起摕着定情书到新北市政府头前抗议。对于校舍的安全，是我们会看虑的。再者，在105年，在交通局的评估报告中，其实也有提到，它这样子的部分开挖，它也会破坏到防水层，那反而是更容易去污染地下水源的问题。我们市府会再充分的跟家长会来做沟通，那也会跟地方的民意来持续沟通，来做后续建设的一个推动。家长提出伫咧附近另外起立体停车场的代替方案，新北市交通局讲，目前依然是以原计划伫咧进行。应变国小是讲，环保局会伫咧设计时阵，学运动场来检测重金属等数据，可能要等报告出来才会当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甲大家报告讲，行政院今日通过刑事补偿法内容的修正案，将刑事补偿的范围增加了愈宽，新添落去一条人格补偿，就是讲过来若有无辜的受害者，本地已经判刑确定，买手又搁改判无罪，就会当来申请损害着人格名声的补偿。有关大幅放宽刑事补偿的一个适用的范围，它是人身自由以外的人格怀疑，例如名誉权，那受到了重大损失。这时候可以适用这个刑事补偿的规定。咱国宪法咧实施的刑事补偿法，敢若有针对受害者得到无罪判决进程，予法院修案的过程来提供补偿。不过行政院早起所通过修正的草案内底，未来就算受害者行动自由无去受到束缚，敢若侦查审判的过程中，也是讲判决的结果，对人格名声有重大的损害，阁无法度申请国家赔偿者。这就通过依法来请求刑事补偿。另外，这摆所修改法律条文，过去两年发生的案件，嘛有适合运用。这个法案即卖送去到立法院等待审查。咱再来讲，1987年，新竹第一个国校的学生陆静，去学歹徒掠人恐吓，不幸丧失性命。尾手警方查到犯罪集团，其中一个嫌疑犯邱浩顺，自过当年就开始受押，到今已经超过30冬。两年前，监察委员高永成开始调查邱浩顺敢有枉困，早起也公布讲，规宗案件侦查的定数甲判决是违背国际人权的公约，还有重要的证物拍唔见，甲犯人中间口径矛盾，才会种种的过失。发生伫咧民国77年，邱浩顺因为涉嫌掠人讨赎金的案件，伫咧民国100年去予法院确定判死刑。不过，规件案件庭审的程序经过23年，上关的法院撤销有罪判决11遍，历史邱浩顺关押到今已经超过30年。监察委员高永成1987年接到救援团体陈情，立案进行调查。除了整合前几遍的调查报告，认为是用极刑提到自毙，违反公民甲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监察院必须还是要再重申说，我们前面三个调查报告认为相关的这个客观事证都不存在的状况之下，只用被证明是有请求被罢取公民自罚，没有什么补偿证据，就这样吧。我们认为是判决，其实还是事实上是不当的。除了但是地点有很多版本，而且当年台大汉阳所要求科学调查，法院也无用。调查报告也指出，邱浩顺监禁的期间挂卡了18年，阁受到单独的监禁4年，这明显是受到极刑甲无正当的对待。另外，案发的过当，民国78年所发生的古井疑难事案件，郭永成也认为讲甲本案有关系，应该要找到尸体来确认。我认为吉林海边这个弃尸的确定判决认定是有问题的。是与相关的科学证据违背。第二个是我们认为古井同师与邱游正案有可能有关的古井同师的这个连结是有调查的可能性。规份调查报告会函送法务部，而且转去台湾高等检察署有罪确定案件审查会，希望会当查明真相，还给死者甲被告一个公道。记者总报道。台湾的艺术水够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予你做参考。解说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今仔日咱来开讲几句啊，甲感觉有牵连的台湾话。咱知影讲，东墙铁壁，面对四边拢无路好行，枉屈的真多。这都要靠司法、靠法官、靠律师重新来争取。啊，嘛有真多人伫内底确实有反省。讲到感觉，咱知影讲，兄弟伯、兄弟人咧讲一句台湾话，讲啦，关伫内底，这叫做内里啊。这句内里啊，即马连教育部的台语书典内底，原来有收，原来有记载。本来这是兄弟人咧讲的话啦，是讲予外口人听无，敢若兄弟伯啦。啊，若讲即句内里，
那做戏的人、走江湖的人，解说又阁无同哦。做戏走江湖的人，你讲这来历的，这不是你讲关伫内底，不是监狱内，不是哦。那做戏的人，你讲这来历的，就是讲吼这内行的啦。这不是干那看戏遐的观众，这咱走江湖、平平江湖、赌江湖，大家出来伫咧讨价。平平内行都内行，讲内里的啦，所以口语解说无相像哦。啊，国正安尼讲，有真侪人面对当场铁壁，日子真正冷叽叽。不过伊啊，气邪归正，重新争取好名声。唔则讲，我那有一句台湾话，这四字的成语，讲叫做收卡洗手。正讲就是，这四字收卡洗手，就是浪子回头，就是气邪归正。啊，讲到卡手吼，台湾话成语几落句，一句讲叫做收卡洗手，今日咱解说。正正就是真侪人，谈内底有认真伫咧反省，有认真重新读书、重新学习，即叫做收卡洗手。另外，还佫有一句讲叫做起卡动手，即就是讲吼，翁婿若无乖、无听嘴啦，做某转去吼，你都要好好用讲的，唔通起卡动手。即卡甲手的生意，另外佫一句就是讲共拍啦，起卡动手啦。啊，佫来咧，佫来另外佫一句哦，讲吼，卡来手来。这就是吼，你对人无礼貌、不守规，米高想，甲人脚来手来。啊，另外搁一句，我那脚手的成语，就是讲吼，我伫谈遮咧做工课，啊你吼，谈边啊谈啊伫咧甲我垫脚半手，这垫脚半手，我那是脚手的成语。唔只讲干那平平脚手啦，到那会当拆开即几落句啦，收脚洗手，起脚动手，垫脚半手，搁一句脚来手来，今日所讲的，拢是对家格。内底所引起的台湾话产生的想法，啊，讲到气邪归正，咱嘛要甲所有好朋友来开讲讲。伫咧台南嘉义内底附设的树德高中，今年度因为武汉肺炎影响，无开放家长来参加受刑人这些同学的毕业典礼。不过后录影片传过去，予家长或者同学讲出三年来伫嘉义内面学习的感想，甲答谢亲人的温情。台南嘉义树德高中的毕业典礼，47个受刑人一个一个就台接受毕业证书，唔呐代表这三年的学习有结果，同时嘛要走向另外一段新的人生。台南嘉义附设树德高中十八举办无同款的毕业典礼，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为了兼顾防疫甲联络家属的感情，今年头一遍利用录影传讯给家长的方式，讲家己这三年外以来的生活。这段时间，还有我多。安尼阁学习到一寡过去吼学习无到的物件，我感觉讲安尼我无浪费时间都去内底安尼。这段影片呢，我们会以 LINE 的方式传送到家长他们的手机里面，也让家长能够分享到他们子弟在这边求学过程的一些喜悦以及点点滴滴。47个毕业生当中，其中一个姓欧的受刑人，原本是南部知名高中的高材生。但是交到歹朋友，行歹路，参加即马才高中毕业，重新读册了后，伊高中三年拢是全班的第一名。今年已经57岁，伊嘛是年纪上大的毕业生。努力去升学，才去读书。我是52年次的嘛，今年大概也57岁了，50年纪也大了。然后跟年轻的同学一起竞争，我觉得就很高兴。很高兴我最后能以第一名毕业，以后可以帮助一些人，然后贡献回馈这个社会。在咧防疫的原则之下，毕业典礼现场嘛用文化做。虽然讲家属无法度到场观礼，但是嘛用特别的方式传信息，来弥补家属无法度来的遗憾。台南感觉讲，这三年来树德高中毕业了后，继续升学的大约有30名，拢展示出打拼学习的成果。未来嘛，五万教育会当让受刑人的人生，搁再走向新的方向。记者庄报道。咱原来讲东部的消息，台东县南回线沿海过去真受欢迎的观光地点多龙车头，17年前因为坐车人口减少来拆站，啊，不过近来去到遐看太平洋海面的风景真美丽，嘛吸引真侪人客。台东县政府就建议代替，要重新搁设一站落去走。台铁嘛表示讲，县府和乡公所嘛都要尽量协助增加坐车人口，才会继续考虑甲安排复站。南回铁路多辆车站，铁路加海景看起来真水，吸引真侪观光客，也是台东县南平重要的观光景点。不过多辆站在4年前因为坐车人少，铁站
要来这拢爱家己开车。这么团工管库要向代替政府到两站合站，游客甲居民拢正期待。在这边上下车很方便，然后又多一个观光景点。对呀、啊，有上下车啊，在下面的摊位啊、摊贩啊，还是卖农产品的哦，对他们都有生意都有好处的。可能用区间车的方式，那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游客直接载到火车站来。那就不会造成在南回的那些公路上面会有很多堵塞的情况。地铁局顶个月已经甲管府进行多两站合站的会勘，认为管府内当协助提升旅客稳定，代替较可能征收经费。在131年南回电气化整体工程完工了，进行多两站的改善计划，而且以委托管府管理经营模式合站。单靠一个车站，坦白讲，它的营运是有压力的。但是如果县府跟太麻的工作给当地的居民做一些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些计划都可以结合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才有机会。地铁局强调，多两站合站也过伫咧甲管区讨论阶段，也未定案。因过当地部落居民开始担心，那合站了，游客变多，粪扫也变多，也变差。希望管区会让规划时阵来去考虑，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嘉义东石港渔人码头占地12甲栋，本地是真受人欢迎。下个月将嘛要举办海子下节活动，结果当山有民众发觉讲，渔人码头的叉脚个小路已经滚落大浪深海，出名的水池也无法度开放使用。尤其今年，佫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真侪店头拢退租。目前看起来，即搭观光的风景地区煞愈来愈热闹了。原本要让游客看风景的楼梯，因为海气惊危险来封起来，而且囡仔耍水的所在嘛无开放。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因为设施有一挂问题，民众唔呐向民意代表来陈情，嘛影响到附近店家的生意。绝对会有影响哦，因为客人来的应用面积待的时间变短。就会影响咯。那囡仔来就耍别人啊，伊都有风吹有物件通耍啊。柳花梯这边有真侪行人耍的啊。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因为如果你们没有开放给客人玩的话，客人就直接回去了，然后就不会再来有这种地方。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是沿海地区知名的景点，2017年招标予民间来经营，即马行区内底出现一挂设施的问题，主管机关嘉义县文化观光局甲经营单位嘛，因为违法问题产生争议。鲸鱼池因为它比较的是有结构性的问题，经常会海水渗漏啊，准备纳入中央的大南方计划，那么争取经费来整体的改善。我们也询问给县政府，就是说。他现场这个已经锈蚀败坏，结构也出现安全的问题，本质上的问题，请他们赶快来做修缮跟维护。但是县府却迟迟都不做。店家就表示，疫情转好了后，民众都有回来，但是若是耍水的设施无法度开放，一定会影响到游客来这意愿。只希望相关单位能赶紧处理，卖好这个所在愈来愈失去游客。记者林慧婷加记报道。五日节时到就到了，台中市卫生局针对市民咧烧的粽，落去进行抽验61件，其中一项水晶土豆冰粽，验出大肠杆菌超过标准101倍，细菌数嘛超过标准84倍，但已经要求业者拢总回收，袂当阁卖，嘛移送制造地点的卫生机关落去查办了。过一礼拜五日节就要到啊！台中市卫生局是安厝抽检市民箱，直接拍开就会当食的肉粽、甲冷冻的肉粽，还佫有煎粽，拢总61件，发现台湾防空超市无封店，因卖水晶土豆冰粽，其中两项微生物拢超过标准100倍以上。大肠杆菌群的部分超过最大容许值是1100个单位，那生菌数的部分是140万的一个。菌落群哈，有140万单位，那超标大概140倍。通常超标的状况没有像这一次抽到的这一件比较特别。今年4月28日，台中市卫生局针对水晶土豆冰粽做检验，5月18日检出细菌的数量超过标准140倍，大肠杆菌也超过标准101倍，已经要求普惠会爱随提落来。目前市面上甲网络已经买无这个商品啊。实体的卖场或者是说我们网通的这些通路卖场哦，那都不能做销售。台中市卫生局是按处研判，可能是伫制作的过程当中品管有问题。5月份已经甲这个案件以上食品制作的管区新北市卫生局来做调查。医师表示，去予大肠杆菌污染的食食，那食落可能胃肠的。
无爽快，甚至会闹。民众听到殡葬敲表拢惊一跳，真恶想象，风格白白白白出问题，就是觉得很可怕，又不会想要再去吃，应该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台中市是安厝，为今年四月份开始，针对台中市六间大型肉粽制作的业者，甲160间大卖场、传统市场、甲10家店等等的通路，进行专案稽查抽检。大部分的欠点是集中伫咧卫生环境、器材的清洁，也够有食材保存等等的部分。不过复查了后，已经有及格。要拿这个超标100倍的冰粽，卫生单位的人员讲，实在是真罕见，也提醒民众，过节在食粽，要注意食材有清无，而且选择卫生较好的店头，才会当食到健康佮安心。记者综合报道。那我来讲，花莲县环保局为着要严格处理非法改装的车辆，阁有这款车所引起噪音的问题，特别引进全国头一台听声音翕相的采证车，车顶的雷达会当感应吵闹的声音，追踪翕相。啊，车主唔来接到罚单，阁得爱登去监理站重新验车。改改装汽车，沿东港的民众要注意啊！对六月开始，花莲大路顶管随时拢会有一台环保局的稽查车停伫咧路边，无论是汽车、轿车，甚至是大货车，平均超过85分贝，就会去红锁定，而且随翕相。它除了会收音之外，它也可以做车辆音源的定位，所以它可以知道是哪一台车，方便我们去做以后要去通知它的验车的依据。花莲县环保局表示，因为接到投诉，改装的汽机车噪音是真差，所以特别开200万引进这台全国头一台声音的翕相机。大家注意的是，以往去用掠车主，常常在验完车以后，搁甲改装工倒起哩，今嘛只要去用掠两遍，这台车就会去用列管。如果有重新改装，第二次再被我们抓到之后，我们会专案列管，未来我们会不定期通知他倒检。针对严格处理，花莲民众大部分支持。不过，某车主员工，这个若袂当改，为什么要开放进口？有一些排气管从欧美进口，它是在欧盟是可以使用的。像现在的法令有点跟不上时代的进步。除了改装的车以外，一般的车冇可能因为沿东港较久产生噪音。环保局提醒民众，车上好爱定期保养检查。若是违反噪音管制法，会当依法罚1800到3600。记者综合报道。同样来关心交通问题，交通部准备要修正道路交通标志、飘线、号志设置规则。未来地方政府会当伫车较侪的大路口设置分离式的标示线，离100公尺远就会当落去设。啊，交通部表示，顶日啊试办了后，交通事故的比例有降低40%到60%。伫贵人的中正路甲中正路口，自去年开始，伫咧离西湾的路口差不多100公尺远的所在。设置这种分离式标线，这是交通部选择车流较侪路口试办分离式箭头标线计划，甲停单区的箭头做分离式，未正规的箭头弯正平，未向前行的箭头放伫咧倒边，火车提早应验分流，希望会让减少事故。如果真的是要右转的人，应该就开始要靠右。你不能骑在中间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才要右转。本来就是有这样画的 啊，你提前到那后面，我是不晓得的啊，这样是比较好啊。交通部分析，在过去车道常常看到机车在变换车道，容易把车机歪掉。分离式的标线有提醒头前就要到路口的作用，后尾驶弯的车会当提早弯正平。这半以来路口的车祸发生率确实有下降。所以决定把分离式标线立即法规。根据我们的观察，大概这样过去示范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路口可以减少大概40%到60%以上的一个机车的一个事故。交通部这边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也新增加自行车路线指示线辨识性，国家蓝色的标线看起来较明显。新的规定打算十月实施，严格并无强制性。收款地方政府照地方的需求来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扫到南来讲，高雄冈山的自来水塔，但已经有83年的历史，嘛，予人认作是台湾历史百景其中一塔。啊，不过停止运转到今，水塔是又搁旧又搁红。但为着要带动这塔遮的活泼，当地民众策划公雕像，未来遮要搁进行整修，予愈侪人来了解过去冈山的历史。光爷爷的电话接在淡薄仔立屁立屁的建筑物顶端，看起来真奇异嘞，好在地人原本的基地拢吹倒来啊！它是我们冈山地区哈地标性的建筑，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把它绿定为历史建筑。
它于民国二十六年建造，高度有30公尺。公山水塔起伫个日本时代，民国26年，迄时阵会当供应7000多人的饮用水，嘛因此带动地方的欢迎。水塔高有30米，唔但是公山的地标，意外变作美军轰炸的时阵上好的参考点。美军要来炸公山，拢唔免雷达，唔免啥物，看到水塔往西。它长得对哇，好，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水塔吼完整的保留。有83年历史的老水塔，佮好势啊好势，安全无问题。小了整修一下，就会予较侪人看到日本时代的蚌埠啊，会予人想念到古早迄时阵的光景是遮迷人。记者陈义莹、明昭馆高雄报道。咱再来讲南投竹山的下坪吊桥，几年前因为做水灾冲歹去，啊，去年已经重建好势，桥面目前看起来是新点点。为着要加添桥板的色彩，镇公所特别邀请在地画家顾明晶画出属于竹山本身的小故事。嗨 ，Hello！ 日前拍招呼，这位就是负责下坪吊桥彩绘的艺术家顾明晶，前后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这边的创作。那在画的过程，因为刚好遇到梅雨季节，所以就是会趁它下午要下大雨之前，会先再来画，前前后后就是来回还蛮多次的这样。美丽花蕊，古锥的暗光照，但是详细看，其实都位内面也佫有一个幸福的故事。他叙述了一个下坪吊桥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啊，有一对的啊小朋友，他们常在这边相遇，相遇了之后的话，一直到老，他们就结成连理了。这是一个幸福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走一走哦。彩绘创作最后的收尾，也搁特别邀请小朋友来遮，甲艺术家做会完成。小朋友看到缤纷的色彩，马龙公真古锥。我之前跟老师跟同学一起来，看老师还没画图画，感觉不好看，现在就好看，漂亮还很美。彩绘完成的下坪吊桥，冒一个新的名，就是希望来行吊桥的人，拢会当感受到满满的幸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感动人的消息，英国上界出名的流浪猫，也是电影《拄着鸡猫》的主角爸爸，6月15日过身，岁数是14。爸爸本底是一只流浪猫，2007年拄着食毒的主人，两个互相作伴，陪主人解毒，也改变人生。故事经过出册、拍电影了后，感动全世界真侪人，但伊的主人嘛讲，对伊是真怀念。In the past, I've screwed up every opportunity I've been given. I used to smile.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今夜过会记的电影《拄着鸡猫爸爸》内面，迄只正乖、够让人正讲的英国流浪猫爸爸，伊陪伴主人詹姆斯·伯恩解读重启人生的故事，感动真侪人。不过，爸爸的粉丝可能会心碎。出版商证实，爸爸伫咧英国时间15过身，享年14岁。5, thank you.伯恩2007年拄着爸爸的时阵，迄当阵伊正瘦也受伤。伯恩虽然家己也正多，经济状况也无好，也是收养爸爸。爸爸陪伯恩行过辛苦的戒毒过程，陪伊到街头演出卖杂志。因的组合引起当地媒体关注，也予伯恩有出租的机会。I'm just so grateful to this little man that he's given me all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that he's changed so many people's opinions around the world. 伯恩甲爸爸的故事，拄着鸡猫爸爸，2010年出版了，正受欢迎。迄个作品以40种语言出版，也改编做同名电影。爸爸家己演是全世界上有名的鸡猫，电影也拍续集。He knows what the camera is, and he knows that the attention's on him. Whenever we're on a plane or on a train or any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He's just very, very mellow and very, very confident in himself. He's a really great cat. 可惜爸爸等未到小吉，就先结束鸟生路程。伯恩提醒民众讲，爸爸解救我就这么简单。爸爸给伊的不但是陪伴，也佫给伊找到人生的方向佮目标。怎么袂输性命更时期啊？会永远记着爸爸。Luckily for me, I had a very important companion to help with my second chance. 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天气拢真炎热。中央气象局嘛已经针对10县市发表高温的警戒，
下晡1:30，花莲县的副园者甚至测到38.6度的高温。啊，另外家人含台北中昼的高温嘛有36.7度。因为天气热，观众朋友咱都要注意补充水分，咱来关心下晡各地头的温度。家人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一播新闻，我是郭国清，明天播3点咱再会，多谢。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祖爷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作金纸，罗马字写作歌音金，纸瓦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大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啊，那纸钱顶面大金箔啊，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啊是拜祖先的。另外，毛一挂金纸会使烧给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的时候，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给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给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在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也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德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也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要准备的是生礼、菜碗和素果。生礼有分3星和5星，一般3星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啊和规只鸡做香饼。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客家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抬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抬家己，家己人互相相搭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还是12碗。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吼，唔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规矩的意思，不过有一挂规矩无适合提来拜拜哦，像石刻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那提来拜拜吼，对神明不敬，就看不适合。有一句俗语讲：先过八道，再过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
饭有吃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六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第八界拜天公，家己抬家己，先过八道，再过佛祖。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